羽球，继李宗伟上退南韩前球王孙完虎也退世锦赛二2018中国南京羽球世界锦标赛将于下周登场。本周接连传出男单种子选手退赛消息，马来西亚前球王李宗伟因呼吸道问题选择退赛。今天则传出南韩一哥大会第四种子孙完虎因伤退赛的消息，这对日本桃田贤斗将是一大利多，可能直接杀进决赛。根据外电报道，孙完虎因训练时脚部受伤，球队评估不适合出赛，最后做出退赛决定。亚运方面则没有传出是否退赛等消息。日本好手桃田贤斗签表位于下半区，第二种子李宗伟、第四种子孙完虎相继退赛，身为第六种子的桃田近况颇佳，有机会趁胜追击，挑战首位于世锦赛男单封王的日本人。另外，中国羽球队今天宣布亚运名单，超级单、领单确定不角逐个人赛，无缘挑战男单三连霸，他只参加团体赛，个人赛部分则派出陈龙、石宇奇、